中心。您现在看到的比赛是女单的半决赛，由蒋燕角迎战谢杏芳。现在双方的比赛已经来到了第二局，第一局呢，谢杏芳是以16-21先输掉了，而第二局呢，她是6-8落后。今天陪伴着大家一起看球的是前国家羽毛球队的周金灿周领队。今天呢将会进行所有五个单项的半决赛，在这场女单的半决赛之后将会进行女双的半决赛，由奥运冠军杨梅张洁文迎战马来西亚的黄佩蒂和陈怡慧。在另外一块场地上呢，还在进行着另外的一场女单的半决赛，是由张宁对阵小将王一涵。进入四强的选手呢，全都是中国运动员。在刚才已经结束的一场男双的半决赛当中，印尼选手马基斯和汉德拉是以2-0战胜了中国选手郭振东、谢中国，步入了决赛。印尼选手的对手呢将会是蔡约傅海峰以及马来西亚的菲鲁兹林万福之间的胜者。看飞对角的球，球质量太差。杨院长，我抓住这个机会，扣杀一个中路。谢杏芳是以11-10暂时领先。参加2016年世界杯羽毛球赛的女单选手一共是有12位，分成了4个小组，每组3个人，小组第一进入四强。第一阶段呢进行的是循环赛，而第二阶段呢将会进行淘汰赛。谢杏芳和蒋燕角他们在前面的小组循环赛当中啊都是2战全胜，获得了小组第一，直接进入了四强。蒋燕角是战胜了中国香港的叶佩妍和新西兰的辛德利，而谢杏芳呢是战胜了自己的队友王林，另外呢还战胜了马来西亚的名将王妙珠。线确实很有欺骗性，虽然实际上这个球放的质量并不很高，所以离网也比较远，但是在节奏上完全打乱了谢杏芳脚步的移动。这种打法是蒋燕角比较害怕，就是后场的两笔线的两脚快速的拉动，这就是谢杏芳利用比较高质量的这种引导球。第二局的比赛，两位选手是打成了12-12。2006年世界杯羽毛球赛呢，一共是有来自11个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参赛，参赛的人数一共是有72人，男女单打选手都各有12名，而双打项目的运动员呢，都是各有8队。前来参赛的运动员呢，他们的世界排名都是比较靠前的运动员。
也是湖南益阳第二次，连续第二次举办世界杯。世界杯的比赛呢是从1981年开始的，连续举办了17届，但是到了97年呢，由于各种原因就停办了。那么从去年开始呢，湖南益阳开始重新接着举办世界杯。去年的五个单项的冠军呢都被中国队所包揽，Xie XingFang是去年的女单冠军得主。出现了擦网这样的一种情况。对，这句话非常有力，因为他毕竟有身高上的优势，而且速度上来说，如果双方都在同等的状态上面，那么速度和节奏也是Xie XingFang有占有优势。所以Xie XingFang这名运动员呢，技术非常全面，因为他的动作看起来好像是一拍接一拍，好像都不是很顺畅，实际上他中间的拍与拍之间的连接是非常非常完美，当然是对方非常出色。就即使呢，我们经常在比赛当中啊，就看到小将挑战世界排名第二的和第一的这个两位选手Xie XingFang的张，对Xie XingFang的张宁，即使有的时候会赢，但是通常大赛呢，还是Xie XingFang和张宁更有把握一些。对，如果整个状态都保持，大概就是打最佳的状态打出来，那么可以说目前为止还是Xie XingFang和张宁就是最好。再加上他们的经验，那么这些呢还是目前你刚刚提到的四朵小花或者是五朵小花他们所不能够达到的这个水平。女单的后面的那几名，比如王琳、朱琳，包括蒋艳甲、卢莱，包括对王琳，他们现在最需要的是一种稳定的发挥，对，和打赛的经验，因为他们最欠缺的。像Xie XingFang和张宁，不但技术实力都是非常的好，而且他们在打赛的经验方面、心态方面、技术实力方面都已经非常的成熟了，所以大赛的时候用起来确实很放心。17-17，第一局的比赛，蒋艳晓是21-16先胜，现在呢又把第二局的比分打成了17-17。小将战胜Xie XingFang或者是张宁，我们也会感到非常的欣慰，因为这样的话呢，说明我们的女单不只是光有这两位绝对的实力，这些小将他们也足够。
说明这些小将确实具备的卡在张琳和谢欣芳地位的一种实力。对，那么这些小将通过这样世界杯这样的大赛的磨练和能够获得一些非常宝贵的大赛的经验，对于他们日后的成长和接班是非常有意义。对，我们今天看到的蒋艳晓呢，也许就是明天的谢欣芳。在另外一个场地上的比赛，张琳对阵王一涵，小将王一涵的第一局比赛也是以21-19取胜。这个球，蒋艳晓就很不应该，因为这个是非常关键的时候出现这种判断失误。这样就是谢欣芳，对，这样的错误判断就导致第二局你完全的失误。对，关键的时候判断失误。对，对，关键的球实际上对于有运有经验的运动员来讲，如果不是非常有把握，起码你没有70-80%的把握，应该这个球应该还是把它打过去，但比较稳妥一些。第二局的比赛，蒋艳晓是以19-21输掉了，双方呢战成了1-1，接着要进行决胜局的比赛。好，让我们接着来欣赏世界杯羽毛球赛的单判决赛。张琳、谢欣芳和蒋艳晓呢已经是打到了决胜局。谢欣芳1-2落后。今年世界杯羽毛球赛女单四强的，除了谢欣芳和蒋艳晓，还有中国选手张琳和王一涵。现在两片场地都在进行着女单的半决赛。王一涵呢是在第一局战胜了老将谢欣芳，第二局的比赛呢谢张战胜了老将张琳，第二局的比赛呢张琳是17-16暂时领先。我们在这场比赛的过程当中呢，也会不断的跟大家插播另外一片场地的比赛的结果。男单的四强是中国选手林丹、陈玉和陈金，另外的一个四强的席位是被印尼名将陶菲克拿到了。但是陶菲克呢，昨天是向组委会宣称自己背部受伤，他就弃权。这样呢，林丹在半决赛当中呢就不战而胜，直接进入了决赛。林丹将会和陈玉和陈金之间的胜者争夺这次世界杯的男单冠军。
决胜局的比赛，谢杏芳是以8-3领先。说到陶黑客的晕伤弃权案，事实上刚才呢，咱们主要是说到这个，就是陶黑客呢这段时间的状态也不是很好。你看他在日本银牌赛上是输给了林丹，紧接着呢来到广州举行的中国银牌赛上又被小将陈金淘汰出局。而在这次的世界杯的比赛当中啊，当他遭遇陈红的时候又是输掉了。那么接连是连续3次输给中国选手，相信对他的信心是一个很大的打击。所以呢当他成为了小组第一来到四强之后呢，再次面对林丹的时候，他肯定想着是不是找什么借口逃避一下，有可能有这个意思。另外呢亚运会马上就要开始了，相信他也希望自己能够养精蓄锐，更好的对战亚运会。谢谢大家。
是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选手。刚才结束的以上半决赛当中的高林和黄穗是战胜了中国台北选手，首先步入了决赛。那么在这场女单的半决赛之后，将会进行剩下的一场女双的半决赛，由杨梅张杰文对阵马来西亚选手。混双是一共有三队中国选手进入了半决赛，他们分别是张军、高林、谢中国、张亚文、郑波和赵鹏定。另外的一席呢是被印尼选手诺瓦和莉莉安娜所占据。这对印尼选手呢是去年世锦赛的混双冠军得主，而且是目前混合双打的世界排名第一。机会这一次抽杀周五，这次我拿到一分。通过这几块的较量，我们看蒋燕角啊，他的动作的一致性做得非常好。我们看到谢杏芳的男朋友林丹也在关注这场比赛。去年林丹和谢杏芳呢，他们俩是双双的拿到了世界杯的单打冠军。13-13。确实小将蒋燕角他的变化非常的多，得分手段很多，而且他的这个线路的变换确实让人感到难以猜测。就是他的体力上面也好像不是那么充沛，这个影响到他在场上的速度。两人的体力都出现了明显的透支啊，从他们俩的身体语言都能够看得出来，确实现在主拼的已经不再主要是技战术，关键是双方的体力和意志品质。而且还有一个就是对关键球的处理，现在比分非常关键。这个球没有抢到啊，这也是说明体力下降了。通常呢，如果是在体力充沛的情况下，这样的失误应该是对于谢杏芳来说不大可能的。这是女单的半决赛，现在双方是打到了决胜局。决胜局的比分啊是频频的出现平分，15-15。这是大家还
胜局的比赛，谢杏芳还落后两分。谢杏芳在场之前非常的顽强，尽管体力已经出现了极点，但是我们看他还是积极主动的进攻，始终在坚持。这个时候不管体力是否有问题，都必须要加速，就各队的一搏。而且新的这个赛分21分制，也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就是说你搏出去就能直接得分，而不需要发球这样的分。这样的话，对一些老运动员或者有经验的运动员是非常有利的。对，你像过去每球得分，你可能得了半天也得不到一分，而现在你只要得就有可能有机会。非常漂亮，投球一下，这是队长，还是非常有经验，在关键的时候还是能够加速，而且在节奏上还是采取变化。取得了决胜局的胜利，从而以2-1战胜了Jiang Yanjiao，进入了决赛，咱们稍后见。